司，科技险，大家管安好。哦，其实保险它多少一点点钱，但保险是来对它多少，我就买这短，你这个短时间里面顿悟，那请服务贴哦，短时间里面就顿悟啊，顿悟为什么我们都因为咱是已经有经着这个保护也来的，那顿悟为什么不能够除夕，咱知影讲，知影讲啊，安尼是顿悟完，咱是袂使安怎？啊，可是我们都不能够除夕下去，是不是因为咱现除夕大家拢跟你杀好势啦？那么呢，咱呢，即使有当下有顿悟着，但是讲无法度通延续很长的顿悟，互咱呢心会当踏上出前进。其实我目前一直在想，我希望搞圣灵，搞咱世尊，出了这么多的经典，其实这么多经典有啥物作用？这么多经典，哦，也等于讲是要对治，治我们这百病，咱8万4千个百病。那如果对于修行，这一条路，如果咱若是愈行愈痛苦，其实这些经典你就要把它当做是慢性处方签。啊，咱讲慢性处方签是要治啥物病？是要治咱慢性的。那我们的这一些毛病是不是都安了几万年啊？是不是我算慢性的？所以你要一下子改，当然是很辛苦。哦，那无决心，那无毅力，你要改当然很辛苦，所以你一定要用对列处方签。如果你的处方签用错了，也许你在这一条路的修行路上，你会越走越辛苦，你是快活袂起来，而且你嘛会感觉讲，安怎做拢唔对，会不会这样？还是咱的功夫较好，后世条路较歹？啊，所以呢，或许就一直在想，如果遇到了一些考验也好，或是遇到了一些挫折也好，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当做什么？咱今年大学刚想修学分，那修没有通过会怎样？被骂，啊，你还要不要再重修？一定要。所以我们这辈子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困境，我们要把它当做是我上辈子累世以前我没有把它修好的一个学问，这一辈子是给我机会再重修。如果你哪安尼会当用这个心态去改这些，事实上你的心就会转念的很快。遇到了一些挫折，你就把它当做这是我前世人我刚修好的一个法门吼，一个科目。那我这一辈子一定还要把它赶快，把这个学分赶快改修好，改过我。其实你修好了这个就已经跳过了，哦，啊，所以迈进九万千，那个经典签很多，无非啊就是要互咱对咱的心性去下功夫，心性下功夫，因为咱的心是无常，然后呢要转变足紧的，那个观念就像观书一样起伏很大。那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心就像那个波浪涟漪，不要起伏那么大？这个是咱修行的一个科啦，的一科哦。所以呢，如果能够照这样自己去调理，然后遇到挫折，你就去找这个处方签来好好的对你家己这个心。安尼，我相信吼，我们大家在学习当中就会过得很快乐，而且你的毛病，你会一项一项，因为你修过了后，你这项你就无去啊，你就成就起来。本来有10项的这百病，吼，比如讲爱生气，吼，爱是爱安怎爱安怎，那你就一样一样把它去除掉了。所以呢，你的哎呀，我们身上背的这些不好的，就会越来越少。
越来越少，你就会愈行愈轻松。哦，我们就这一条路就会越走越轻松。哦，而且会展现你光明的那一面出来。那用我来看光，那修人学的，那修教，安尼达到平头平干。那这样的话，人会去对咱修行吗？对你无心无怪，咱哪去咱放心，我肯定我安尼就好啦。比他这个，他比你更快乐，你也无展现比他更快乐啦。所以呢，因为他还对咱行，不可能。好，谢谢。就是咱赵老师哦，他处长啊，当然呢，对你讲你一切的顿悟啦，吼，那讲是先修后的，你当下顿悟，其实你就是成就了。但是咱只是先修，这条顿悟，但是咱一定要讲修，啊，因为就是爱讲修，我讲古常话，马扎讲过。唔好爱讲，但是不断的革命，唔是在讲好的言辞啦吼。啊，唔知为什么，前进这个路，当然第一需要搁用道理来改变家己的步伐，更加会当学习。因为学习就是不断的迈向增长，咱的智慧、毅力、勇气、智慧有三把的功夫，因为必用的安尼来。真正彻底的摒除掉，所以讲咧，咱的顿悟为什么拢会合理？因为伊是讲的，因为咱内底的欲还有个不还有个，所以讲咧，嘛就是照着安尼来讲吼，安尼顿悟成就啊，不管是咧，来讲你像来讲像咱你时代来讲，你出去爱较认真较拍拼咧。我话恁平日咧交代一句，即句歌你甲听甲真听偌久啊？因为就是要甲你听哦，就是你会松懈。哦，所以老师咧讲的三不离，为啥？因为咱就是讲短暂。哦，你是安怎较好啦？但是我袂堪即番见识来去遮掩一下，等于见遮掩一下，你的道心还是不够面。所以老师讲的三不离，不离危险，立即不等，也见。不会你照着这不断的温习，哦，你一当个温习，把你提起，啊，嘛互你应用啊，安尼能够配合你地，好，去改变到它，让你能够更早成熟这个因，所以讲你咱修道，或是讲到讲亲像都学习啦吼，你修道咧，讲有学习的课啦，啊，有讲复习啦，如果没有的话，真的就是你危险。安尼，这是我发个人的心境呐、啊。我若无安尼，我真的就会得疾病。那当然呢，这说在咱这个赵老师讲，当然不行。他讲咧讲不行之上，心是无常。以你修德来讲呢，因为我们就是要这样子，阿弥陀佛的功德。你我的意见还没到，你甲我讲不。非常非常，我意见不大。就是讲，我今日为啥讲咱今日大人有空间？那对大家人讲，今日大人有空间，应该要袂听。你袂听啊？你有空间，我空间，你不在意了嘛？对不？当然不是，你不在意就无空间。只是说，我就感觉我会使，我会用的，啊，我好有得谈起，啊，就多好跟你实在。我问你说啊，你吃好，该多来几多？你会不会执着在讲？今天我来报来三个工地，上天跟做我切割，你当下不是这样想，相信在什么？所以讲就不要给你功德下，你也不会因为功德去报人啊，对不？所以讲你这说来呢，你不行，上不上？因为伊迄个两百块已经交起迄个工资。因为吴建中伊想讲，我按打坐伊都唔捌字啊，他唔捌多搞解释字啊。伊想唔捌字，该来讲字个，该字个，这个该意思个。所以打坐嘛，甲讲，上面几包字啊，
就好，免费。哦，祖父庙你几款无字嘛？哦，啊，所以讲是上，伫你的意境有够，感觉有上甲有，搁有非常甲非常，非搁搁有迄个上甲非常上。如果若是已经达到原来这个高度的对立啊，感觉有啥？这就不用了嘛。你的意境啊，到某个程度，你搁有上甲无上。是不是又圆了？哦，安尼就会有对待。所以我就是感觉讲吼，有当时啊，伊是因为伊要会当去成就那一个人的因缘，啊，伊有他就是本钱有嘛。哦，所以他都在讲诶，为虾米先得先利，爱去提高好看？你无好看见，你太来啊！但是大家都已经相识啊。诶，这物件就来去给你偷偷的，每当为你主宰的，为什么你主宰就是你清净本心，不到达到清净的本心嘛？安尼搞搞搞成就好的意境，不高啊，所以再来去给你扫掉，扫，你心中无物，安尼清净就会出来。所以讲呢，那个是主性点，主性点它是圆满，它是清净嘛，在你。人世之间修行当中呢，你都一般二六十功自性见无力，你二六十功不是佛啊。所以说你不能够你吸这个，你当下人世之间你就要有空的条件。所以说有一个涅槃跟无有的涅槃，对不对啊？涅槃就是圆满啊，不像个体，无的是一个压力性无力，练心第一个练习，第二个练习。跟普利这个心如，但是不你是缓缓有一个涅槃。当你百岁年老，灵性离开心如，进入无余的涅槃。好，那个是就是安尼。好啊，所以讲嘛，就是讲咱们明心见性之后，能够哦幻现出如如啦，哦去应对世间的任何事情啦、啊，应对万事万物当中，你能够幻现出。功能自信无敌嘛，你这说出来就没有错啊！当下你不是佛吗？嗯，阿弥陀要的仙棍嘞，嗯，一个阿弥四个仙棍啊，抛开七派的仙棍，哦，你已经条件成佛的条件具足了，啊，所以讲呢，这个是啊，咱伫学员内底的话，不断的这做学习，这做琢磨啦，哦啊，大家的做法。我的那一种意见、心境哦，那一个我在中间的，好好，那你就交给其他人啊，这样呢，或许还是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那、我们的道路呢，一定要成长啊，上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嗯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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